这是今天老爸上山采的野菜，我们开始做了。这是我们大山里的一种野菜，距今是70米，一斤一市斤，特别贵。这个呢是甜菜花，这个是土鸡蛋。 鸡蛋煎黄了，放水进去。啊，开始下锅。下锅了，这个甜菜，这一锅野菜汤，马上就可以出锅了。你没有吃过这种甜菜吗？山里的一种野菜。开始出锅了。开始出锅。 哦，很香这个鸡蛋煮野菜，马上开始吃饭。这个是野生的菊菜，吃饭了，喝一碗这个野菜汤，打点汤进去。哇，开喝这个甜菜汤，这是我们大山一种野菜，开吃。 嗯，这个汤特别的甜。哎，不光咱吃的，嗯，来吃。